盘腿儿。盘腿儿。不对，盘腿儿。盘腿儿。对。不对，你这你教的。三，你坐下，你坐好了，三吧。你看这狗子，他，俺家三吧，俺家三吧太活跃了。啊，没剃毛的时候真难看。有没有狗卖？卖狗的没有，没有，咱不卖狗啊。先坐了，来三，坐坐，三，坐坐坐坐坐，趴下，趴下，来别动啊，坐坐。这是盘腿，盘腿，盘腿，先盘腿，行吗？你看他会学吧，是吧？他说会学啊。现在什么？老狗，现在太厉害了，太厉害了。你带着他学吧，你教完多少天，他能给你教完多少天。你别说话，你就让他看，你就让他看，你就让三文看就行。让他趴下来，让他趴下。坐，坐，趴下。坐，现在坐，趴下。No, 三文知道咋回事儿，他知道咋回事儿。哎，我靠，你蹬死我了你！三文，你别总是蹬人，你蹬人干什么？你非得踹人小舅子一脚啊！三文听话。那是舅舅。坐来，先坐，先坐，坐。坐，坐立，立，别动，坐。怎么？好狗，出来吧。给三友高兴坏。黄黄鼠，三友不可能吃，他肯定会先救我。我一会儿把你绑上试试啊！我他误伤你，你知道吗？我去，啊，我去！嘴呢？嘴塞上去了？不用塞上来。你塞一嘴塞，一嘴塞，把嘴塞上，一嘴。你看这在笑，你要塞不去，三维他一看就假的。你不塞嘴的话，三维他就假的。留个边，留个边。嗯。我手机拿起来，我手机拿起来。等我啊！你把手机，对对对。现在出来，来。叫。来来来来！哎。三万。吃的。三万吃的。三万吃的。在这呀，这回没打脸呀、啊！来，后面放手，三万，后面，手，这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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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了，三万，手，手，伸嘴，先救嘴，这谁？三万，嘴上的谁？这啊，没有了，行行行行，他嘴上嘴上，好，你看，三不是先吃吧？你看，我就说三元肯定不会先吃。三元，啊，哼，这捆的挺专业呀，一看你就是老手，啊，一看你就是老手，没手说，没手说，这回行没打脸吧？我把你绑上，你说三文会救你吗？啊！我可没啥呀，我可没穿裤子啊！三腿毛啊！三腿毛啊！完了，被绑架了。到绑架了，是吧？
起不来，真起不来。你起来，你起来，起一下，起一下，起。嗯。你起不起来？啊，你手就是绑架了。看Seven会不会救他，阿家吗？Seven肯定刚才会救我。啊 ，Seven 可能肯定会救我，但 Seven 不一定、不一定会救他。Seven 吃不吃 ？Seven 来 ，Seven 去。救我，先救我！哎呀，我靠！哎呀 ，Seven 厉害啊！腿腿腿，先腿。行，当你救出来，我当你救出来了。好了，直接先，嘴，行。哎呀，行，三分救吧，你让迷糊救，你让迷糊救试试。当场，必须给给奖励，必须给三分奖励，必须奖励啊！那边也迷糊，你干啥去了？人被绑架，你干啥呢？迷糊，迷糊，玉米甜吗？又甜又黏啊，家人们，玉米好吃，放心拍就行了啊，家人们，玉米好吃啊。咱家玉米是发八磅，家人们啊，29个发八磅啊，正好八磅啊，5斤以上了，铁们啊，5斤以上啊，好吃，八磅粘苞米。我跟你说，这个粘苞米不好吃，家人们就没有好吃粘苞米。说实话啊，老铁们啊，没白养，咱们真聪明。你绑你的，他吃他的。迷糊，哎，咱换小迷，哎，咱换小迷糊，让小迷糊看看看他们几个谁管。白色为粘苞米，有白色为粘玉米吗？没有白色，现在就是黄粘，现在就是黄玉米，老铁们啊，你玩你的，别理我。我靠你哥小明，我今天我把你给绑架了，你信我绑你明吗？给明家里头贴个封条，来，交代呢，交代呢，明吗？靠你哥的，我把你们家给你贴个封条，我让你出来交代啊。我也不知道装哪儿去了，让你叼走了。有吗？没有啊。别出来了，明花啊！保质期是多久？9个月。9个月啊，家人们，9个月。封上了。必须给小迷糊封里头，谁不准救小迷糊出来啊！我不大，我不大。啊？他大什么？全骨头呢？一个个都有证。完了，迷糊被绑架了。这回小迷糊被绑架，谁能救小迷糊？啊？没一个管。你那三个能救小迷糊吗？啊？封印了。你们房子被查封了，涉嫌没人管小迷糊了，家人们，没人管小迷糊了，迷糊没人管了，小迷糊到了家里也被查封了，迷糊没人管小迷糊了。啊，三万的救他，救他孙子。石亮啊，你儿子被绑架了，石亮，我跟你说话呢，石亮，你儿子被绑架了，你管不管你儿啊？管不管你大儿啊？石亮，不管你大儿，你不管大儿啊？你儿子被绑架也不管他呀，石亮？啊，你咋不管他呢？你这小石头脑瓜子，好几个大包。为啥贴封条啊？就给他封印了，家人们，啊！
不让米油大的出来了。同志，我看你啃骨头怎么这么来气呢？拿来给我来。三没救啊。三子救我了。石头腿好了吧？腿没事儿，家人们，他脑袋都好了。小时候脑袋也好了，身上也好了。你看身上，你看咱们身上，他腿之前这腿都紫了，看，你看，之前小石头身上腿都紫了，现在可好了。现在，家人们，小石头是不是是个剃种毛？是不是？老大啊，不让出狗界了，啊？是啊。然后呢？想不想我呀？